Hello， 大家好，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上一支影片提到的，就是我自己送了 PSA 的那个18块的活动100张，然后这个是10月25号送出去，然后22号送出去，他25号收到，然后大概是30号建档开始就开始进去鉴定的流程，然后到今天送回来也是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100张。然后这一批我是以鉴定老卡为主，所以分数上可能就不是这么的理想。Yep， 一盒大概就是20张，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吧。好像有点难拔，稍等一下啊。这样吧，直接拿出来吧。好，第一盒，因为数量有点多，我们就快速的带过吧。老卡跟新卡一起啊，这个是 National 的 ，National 的，这个还不是 VIP， 就是今年的银包吧，499/365 ，Scotty Barnes 的普卡。然后这个是 Bobby Witt Jr.， 算是他的银量吧，这没有限量。然后这个是，分一下吧，9分/10分。这个是 National 的，所以是银包，9分，这有限量吧。79/99，好，把这个拿出来。因为现在鉴定费比较便宜，所以送出去的卡我就都觉得自己觉得喜欢漂亮，我就会都送去鉴定。那是不是真的有价值？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也不是这么常在卖卡片，因为主要都是自己喜欢在收藏。这个比较可惜啊。可能是边框的问题吧。怎样的 Hyper 这个也没有限量。然后再来是还不错 ，LaMelo 的，他这张没有挂 Lucky， 这是 National 99张的，10分。然后再来就是老卡 Jordan Hard List 7分。Jordan 6分，这才6分哦。6分算最低的吗？没有啊，1分最低，但我没看过1分的了。不过他确实这个版面确实有一点，就是他没有很至中啊。OP Topping 9分，这张没限量，这 VIP 的。老卡7分，这张还有7分是我比较意外，因为这个卡面整体来说就是它的完整度比这张还好，但这张才6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这个其实你看这个边角都已经，然后表面也都糊掉了，居然还有7分，蛮意外。5分，对，还有5分的，那其实还蛮好的啊。也没有啊，那这张5分，然后这张7分，然后破的这样7分，为什么？对吧？为什么？它是因为掉色吗？啊，有可能，对啊，有可能褪色吧。开心就好，7分。靠，这个都歪掉了。谁歪掉？那没差吧？对了，是还好。那是意思。6分，5分。好像歪掉了。那你可以给他的评分打一个4分。啊，歪掉了，7分，不救了，就这样子。这还有5分的，5分、7分，
Kobe Hoops 8分， Jordan 7分，这张其实是硬塞进去的，想要凑100张，然后这个对我来说这也没什么价值，因为是 Crown Sale 编年史49/10，9分，蛮可惜的。我感觉他卡框也蛮好的。这是 Kobe 的大学卡8分，这是 Kobe 的新人卡普卡9分，这是 Kobe 的特卡8分。这张我也蛮意外的，因为他的边框其实这边啊都有点泛黄，那还有8分。但这个6分我真的是看不太懂。Kobe 的普卡7分， Kobe 的普卡8分，新人普卡8分，这个也蛮奇怪的， Iverson 的这个居然只有6分，我真的也看不太懂。第一盒结束，再来第二盒。第一张，还是我放旁边，放到后面好了。这也蛮可惜的。就算是 case hit 吧，但是只有9分。Jordan 7分，过敏啊。Jordan 8分，Michael Jordan 贴纸9分，对啊。Michael 就靠腰，这里6分而已，到底为什么？刚才鉴定标准我真的看不懂。他们值得信任吗？废话。7分。这张9分我也是蛮意外的，除了褪色之外，应该都还蛮好的吧，这样9分不错。7分，6分，这个6分我也是觉得莫名其妙，卡框都还可以啊。5分，Larger than life， 这个是我当年小时候最喜欢的一张卡，金色，结果想到没有保存的很好，5分，9分，这还不错，目前9分领先。9分 Iverson， 这个也蛮可惜的，这个才6分。这也算 cash， 当时的 cash hit 了吧？是吗？这个有5分我也看不懂，为什么这个系列都分数都这么低啊？刚艾弗森这张是6分， Kobe 5分，看不懂啊。
六分。九分。九分。六分。七分。好，第三盒。先把它全部拿出来好了，这样等一下比较好，直接一次看完。我们现在看起来确实分数都还蛮惨，尤其要是五分六分这么多。还让我蛮意外的，不过毕竟都是放了二十几年的老卡了。哦，总共三大叠，好，那我们继续开始吧。Jordan 九分，普卡。还不错，九分，跟 Dreisler Curry 十分，这个是199的，这是 National 的，现在十分只有三张，惨烈。哎，又来一张 Brady 的。十分，这是哦，二三分之五十，哎，不错，这个也是 National 的吧？对 ，National 的。哦，十分再一张 ，Yanis Antetokounmpo， 这是199的，也是 National 的。十分再一张。Patrick Mahomes， 这个是199的，这是 National 的。十分再一张 ，Wander Franco，Yes， 五十的 ，Wander Franco 这个是 National 的。然后十分再一张 ，Trevor Lawrence， 199的。八分一张 ，Jason Dominguez， 可惜这个就是 VIP 了。我的 VIP 是不是常有框笔的问题啊？那 VIP 的卡的质量应该要是比 National 来的好，这很可惜。Julio Rodriguez 有八分，林老师 ，Trevor Lawrence 九分 ，VIP， 就我 VIP 到现在还没有十分的。Shohei Ohtani 99张 Shohei 这个是 Tom Brady 的199 9分这个是 Mantle Mickey Mantle 8分Wander Franco 普卡九分 ，Wander Franco 九分，
Bobby Witt Jr. 9分。Michael Jordan， 哎呦，9分哦，又是刚刚那张跟 Dressler 的，保护的还不错。9分 ，Jordan Hardaway and Cam。7分。Juan Soto。Orange 199 Jalen Suggs Rookie Orange 199 Jason Tatum Orange 199哎呦Luka Doncic Orange 199 十分追上来咯哎呦干这个才5分他、啊、刚刚贴纸是9分这个5分怎么差那么多7分6分8分你啊大卡撑的还蛮结实的干摔一下都没事8分 Jordan Lawler Lawler 9分1999分 RC LaMelo Ball 9分 Kate Cunningham 499 499可以康尼很9分普卡这个是也是那什么 LeBron 99 9分可惜 Bobby Witt Jr. 9分 National Michael JordanSuper Bowls 9分，这刚是好像一张7分还6分。Jalen Green 2张，都是9分，告衰，都是499的，80跟92。9分。99张的这个是 Craig Ice 碎冰 Scotty Barnes 2张哎呦这张10分呢这是99张的这个是499的99张10分499的9分老卡2张9分8分可惜8分9分这个是我觉得最纳闷的哦大概看到了他左上角这边有凹下去了靠背5分呢这25张的我告诉你但怕你的品质是真的蛮烂的9分
这个没有。八分 ，Tom Brady， 雷射，没有限量。九分 ，Patrick Mahomes。Bobby Witt Jr. 八分。哦，十分。老虎纹。干，这种卡居然十分，看不懂。这个很厉害吗？八分 ，Quickly 实在是不用看，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送这个，有点莫名其妙。Trevor Lawrence 九分 ，Craig Rice 是九八九九，然后是 Acuna Junior 十分，这个25的税哦，但只是说他不是 VIP， 是 National 银包的，这个是 Jordan 八分。Jordan 七分 ，Jordan 八分 ，Jordan 九分 ，Jordan 八分 ，Jordan 九分 ，Jordan 七分。Jordan 九分，最后一张 Jordan 七分。好，这就是这一次送的100张鉴定，然后花了不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回来的，然后大概九分的居多啦，然后五分的也不少，五分的居然有五张啊，比较可惜，六分的有八张，蛮可惜的。好，那今天就介绍到这边，拜拜。